HiPay 本港年底就會正式展開數碼電視廣播，頻道多了觀眾的選擇亦都增加了。係啊，咁啊，例如中央台中文國際頻道，即係 CCTV4 啊，將會喺亞視數碼頻道播放嘅，係中央台第一次成條頻道落地本港免費電視。姚建文報導。亞洲電視同中央電視台今日簽約，亞視董事局主席查茂星出席儀式。中央電視台台長趙化勇同亞視董事兼營運總裁何定軍共同簽署合作協議，在今個月的31日晚上7:30開始 ，CCTV4 在亞視其中一條數碼頻道廣播，標誌住中央電視台首次有整條頻道在本港免費電視播放。亞視認為不單止豐富了香港免費電視的內容，令香港觀眾更加直接接收到國家的政情以至是發展的最新資訊，更加為未來的合作邁開重要的一步。亞視董事局主席查茂星說，國家發展速度前所未有，相信中央電視台亦都會同步，責任越來越重，亞視樂意有機會參與其中，促進合作，共同進步。中央電視台台長趙化勇就期望在香港、大陸以至海外發展，亦都將為兩台拓展更大的合作空間。亞洲電視記者姚建文報導。